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南高商商青边缘。本期的校刊主题是不完全变态。在内文开始前，我们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社团初衷。我们想为读者带来更新鲜有趣的阅读体验。在制作校刊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加入了许多创意以及小巧思，希望在读者阅读时可以更沉浸在内容中，也能和内文有更多的情感共鸣。此外，不只是纸本的校刊，我们这次也以架设网站的形式来呈现出电子校刊，增添了趣味性和创意性的同时，我们也让学校的校刊可以更广为人知，更呈现出了我们对编辑刊物的热忱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主题理念。蝴蝶在成长为成虫的过程中，会将自己融化重组为全新的样貌。而本期的校刊主题以昆虫变态过程中的融化为理念。在我们改变变态的过程中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消失了呢？变化而成的我们，是不是其实并没有变态完全？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内文的部分。我们以五篇文章来贯穿这次的主题，以融化为出发点，从不同的视角检视关于世界、关于人们的变化。首先是以老旧洗衣机的身份与光顾洗衣店的家庭互动，从洗衣机的视角检视变化中的人们，而洗衣机是否有属于他自己想要改变的那些地方。我们以故事中的三个角色分别呈现出人们融化中的改变、失去以及得到，希望能用绘本的方式呈现属于我们可能会有的迷茫。在奔驰中被抹消的生命是社会中被融化的空白。关于社会议题的部分，我们以斑马线的视角出发，道出那些可能发生在某个角落的故事。时代更迭，科技进步，人类逐渐依赖融化于科技之中， AI 取代他人成为倾诉情感的对象，而当我们从 AI 的视角看回人类的日复一日，又会有怎么样的感受？回到包裹住我们的茧，台南漫步掉的生活使人融化在阳光与甜腻的街头。我们以借由台南各处的摄影照片，带人们一步步走回这片土地。最后，我们也邀请电影欣赏社的社长为我们带来三部有关于变化的电影，希望能从镜头中的世界看回并且检视融化中的自我。接下来是封面设计的部分。封面设计我们以在茧里融化为意象，而封面人物闭着眼睛沉思的模样，仿佛在近代破茧而出的自己，并且享受在每一个变化的过程中。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这次是以横式的校刊方式来呈现，不同于历年的直式校刊，希望横式的校刊可以更吸引读者的目光，更进一步的对我们内容产生兴趣。而由圆点组成的人形，则是代表了分解、融化以及归类。字体设计的部分，我们以大幅度的弯曲呈现出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迷茫，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用力挣扎的自己。页码设计的部分，我们则是使用翻页动画的形式呈现，希望在校刊中可以增加更多生动有趣的元素。关于我们的网页，我们使用网页来建置我们的电子校刊，因为网页可以呈现的动画以及互动按钮设计的方式，相信都更有助于增进读者的参与感。在电子刊物化的时代，希望我们可以跳脱普通刊物的限制，更多元化我们校刊的表现形式。以上是我们的校刊发表，我们是台南高商商青编研社，谢谢大家。